又话北韩靓女多，圆面肥妹善救索。呢、这个叫靓啊？呢、这个空姐叫做索？真噶，佢哋喺北韩人眼中仲索过 Angelababy 啊！南韩有传媒报道，北韩嘅审美标准同我哋好唔同噶，最中意嗰啲块面成个满月咁圆碌碌、个身肥氹氹嘅女仔。唔怪得啊，北韩啲当红女主播都要有翻咁上下斤两啦、啲演员啊又要有翻咁上下仗噶。咁讲法，佢咪好靓仔？